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办公室恋情第二部分。你好，这些孔眼多少钱？这是一束450的花束，这个250否450，这是您的货币。不需要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不需要，等等。林玉不一定要。你怎么了？请注意，我很抱歉。怎么了？涅维多梅，西里。有多可爱呢？不，这不是我的名字。这本书里的光，这本书里的光。让我过去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维拉，叫我诺沃塞利采夫，让他带着报告来。诺沃舍利采夫，去看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夫娜，并随身携带您的报告。你好，你啦，奥兰卡，我很感动，
但你必须理解，生命就是这样被创造的。我非常感谢你，并且很欣赏你的态度，但请不要折磨我，无论是我还是你。毕竟你是个聪明的女人。当你告诉一个女人她很聪明时，这说明她彻底傻了。你说的有点远了，我没这么说。你变得多么有礼貌啊，米拉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错误，你没有错误。你只是由品质构成的。我将在下一封信中阐述这个主题。你好 ,Veroka, 他在这里，你有什么？请不要关注。有时它发生在我身上，哦，是的。没什么，请不要关注。进来，坐下来，让我们看看。完美的。好吧，你看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看到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你知道的。我认为没有统计就没有生命，纯粹的痛苦。你知道阿纳托利·埃弗雷莫维奇的情况多么有趣。今天早上我上班，看到桌子上有花。不可能。我们想知道谁能把他们带来。什么？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。你不知道？不，有趣的。那么这是一个谜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乔拉。Chura Quel Chura， 是的，这是一个女人。她来自地方委员会。了解，布布利科夫已经死了，事实上他还没有死。这件事发生在医院里，一个同名的男人，他们错误地给我们打电话。我们已经买了花圈。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死去，但花朵正在凋谢。这是 Chora 从 Babikov 那里摘录的内容。我指的是布布里科夫手下的花环，他制作花束送给女性，是我建议他的。不起作用？什么不起作用？我很早就到了办公室，花束已经在那里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布布里科夫还活着，所以他不适合。这意味着我的假设是错误的。我真的很害怕。那么根据你的说法，谁能做到这一点呢？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想，原来这堆花是我带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不是一堆，而是一束美丽的花。我怀疑你把它带到这里，只是你没有勇气承认。不，这太荒谬了。你凭什么怀疑我？一个诚实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送花？你认为你为什么不能给我花？如果我们可以，对你来说，我们，但为此你需要一种二手，比如生日或3月8日。但我不会担心这个。为什么你总是撒谎？不，我不撒谎。不是我给你送花束的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会头朝下摔倒。对不起，我得回去工作了。所以你给我送花，然后你就来侮辱我。我没有侮辱人。收回你那愚蠢的花束。不像任何其他员工，你不会允许自己
把花束扔到你脸上。所以，我不会让你无动于衷。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把水瓶扔给你。如果你用玻璃水瓶来做，这意味着你立即离开。没有我的邀请，你就不敢回来。明白了。接待日以外，请勿前来。如果您有特定的理由前来，不具体，通过我的秘书。别就这样来了，再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，再见，我不会再来了。放心。抱歉，为了上帝的 ILP， 这里不是磨坊，我这种事不会再发生。门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需要门？再见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Тучи влюблён, улетает последний скворец. Целый день. 事实是，它是用胶水粘起来的。Силуэты багровых сердец. Что ты ум? 这就是您要找的。红色和银色，你可以看到。爸爸给你打电话。米夏叔叔是谁？告诉他我15分钟后给他回电话。爸爸是一位不知名的女士。好，我来了。阿纳托利·埃夫雷莫维奇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原谅我。昨天我有点滑倒了，我行为不当。我想了想，对自己说：“也许实际上不是你，谁带来了这束花？如果普罗科菲耶夫娜就是我，好吧，你知道什么？”这够了，你真是不知羞耻。它不可能进入他的皮肤。呵，答案。这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服装。现在这就是你所说的。该淋浴已连接至该频道。
如何将 Perseverance 放入其中。长声音，暂无说明，留下第一条，从灯光中删除此页。被摇篮撞到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。没有化光，塞贝卡莫米，你好，维洛奇卡，我可以，是的，请继续，请再做一次邮递员，我很乐意亲自给予。这封信里有我的建议，关于如何改进轻工业统计。你知道我完全理解你，这很重要，改善统计数据，尤其是轻工业。我很理解你。在这里，是的，很好。谢谢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好，尤里·格里戈里耶维奇。你会强迫我从窗户进入我的办公室，这并不可怕。给你的一封信，来自 Rijevan， 谢谢。哦，还有维洛奇卡，送我修罗。请告诉舒拉尤里·格里戈里耶维奇正在等他。另外，为什么还有人？谁在工作时间在我办公室粘窗户？可以在晚上或早上进行，但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我们一样。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，我将在会议室。这封信，舒拉卡，我有一件微妙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正在听你说话，我实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我担心我们一位同事的精神状态。我知道你在说谁。除了你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？整个集体。我发现我们有很好的信息服务，所以我们更要帮助他走出这场危机。你必须联系他。阅读本文，为什么？嘟嘟。大声说出来，如果你愿意。我亲爱的，可爱的尤拉。我继续，是的。但这是非常个人化的。好吧。我没有什么可向集体隐瞒的。看看他在那儿。他们更换了我办公室的窗户。啊，所以我的是免费的。修罗，请秘密。
什么修罗，你需要什么？优越的地理位置，雷约娃迷恋萨莫赫瓦洛夫，并用情书轰炸他。你从哪里知道这一点？看看有多少个。你从哪里得到他们？ Simo Fellow 把他们给了我，让我们的社区了解并保护他。把他们给我，都是 Rijeva 的错，他本来可以控制自己的。修罗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一名……我想是的，你没有忘记。如果能时不时的就好了。你不仅关心公共事务，还有你的直接职能。维拉不让任何人进来。意识到萨莫赫瓦洛夫给了我雷约娃的信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委员会中出。多么无赖啊！相反，他们把我送到了会计部。你必须让自己更加努力。你知道尤里·格里戈里耶维奇是？这是您给委员会的信。我们的不同观点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坚信此类问题必须在不涉及公众的情况下得到解决。你说起来容易，我为你感到羞耻。我试图跟他讲道理，试图说服他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，也不会有。耐心和机智，我尽力了。公开这些信件是残酷的。你犯了卑鄙的罪，你不明白。愚蠢的。我认识奥尔加和她的丈夫，一对很棒的夫妇。为什么你总是八卦？喂，格里戈里耶维奇，亲，以便我们可以在当地委员会进。我也读过他们。尤里，格里戈里耶维奇，是的。对于地方委员会是。所以继续会计。你疯了，甚至更进一步。没想到我为他的孩子们找到了免费旅行。看牛好吧。允许。我会再和他谈谈。和善又好。很高兴看到你这样听。是的，我可以，抱歉。我向你借了20卢布，什么时候？我想偿还你。为什么此时此地，此处此时？这太荒谬了，70、80、90、20。请数数，一切都正确。不，不，立即检查。好了，账户就在那里。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？抱歉 ，El Procofina， 请继续。如果你不在的话，他不会就此停止，把它还给他。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做。你正在沉默，诺沃利采夫同志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你们在校长办公室里打架。导演助理，没关系。但你是对的，下次我会在你的办公室敲击他。除了是个骗子之外，你还是个骗子。一个懦夫，一个聪明人和一个斗士。是的，我是个坏蛋。恐怕我不需要照顾你的康复。但这样做，我先走，我去拿点钱，我在那里。听着，老太婆送我去会计，但我逃脱了，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很同情你，但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。我不相信这些谣言，但萨莫赫瓦洛夫向我，我读过你的文章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是一个已婚女人，一个母亲和你写不雅信件。这是我作为朋友的好建议。
让他过去忘记这一切，回到家庭，回到工作集体，这就是所需要的。以及他为什么给你这些信，他想取笑我。不，终于，这不是对他向我寻求如何帮助你的建议。我毫不怀疑，超人，你给了他很好的建议。林玉不一定要。你怎么了？请注意，我很抱歉。怎么了？涅维多梅，西里。有多可爱呢？不，这不是我的名字。这本书里的光。这本书里的光。进来就开门了。阿纳托利，埃弗雷莫维，安顿好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快点，去客厅坐下，我来了。别着急，我在客厅里。让自己像在家一样安顿下来。我再等一分钟。是的，我安定下来。你为什么不说什么？他不适合我。我不应该把那……我当然，我可能看起来很可笑。如果他缺乏味道，我可以把它去掉。不不不不，显然我不知道如何携带所有这些。
你很美丽，普罗科菲耶夫娜。你真的很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哦，我多么高兴。嗯，坐下，谢谢。拜托，非常感谢。我们要去吃晚饭，我们走吧。是的。或者你在那里，不不。很好，坐下。就在那里，一切都是。C, 我可以给你倒点酒吗？是的，绝对适合你。这是酒。红色或白色或白色。红色也可以工作。对你来说也是，是的。让我们喝点什么吧，喝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简而言之，让我们为大家的健康干杯。很棒的吐司，你认为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有点苦，尝尝沙拉。它很精致。还有一条小鱼，哦，这是给你的。太感谢了。谢谢。你不应该，但我很高兴。这些是巧克力，是的，我明白了，谢谢。我会为您服务，是的，非常感谢。拜托，就是这样，只要一点点，就是，别给我太多绿化。谢谢，还有鱼。是的，但没有更多了。我和你约好了。下周三。为了什么？个人业务。哎，为什么要等到下周三？我们现在可以解决所有个人问题。如果你不反对，我不反对。是的。我只是不知道。从哪开始？从某件事开始。按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。好吧，从某事开始。我有一个提议。为了一个创新。是的，除其他外，我正在听你说话。请稍等一下，对不起。这是给你的，给我的。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哦不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们独自在家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给了你他们我们的电话，抱歉。你好，屋外有什么？有什么油漆？你为什么在阳台？去睡觉吧，别再打电话了，把话留下，等我回家我就杀了你。对不起。总的来说，他们很平静。发生了什么？他们的油漆用完了。什么油漆？绿色。我买了绿色油漆，要粉刷阳台，但他们粉刷了厨房门。还没有足够的。我们在哪里？你想向我求婚？我不。如果。我只是不知道你会如何接受。哦，但是说吧，别再折磨我了，我完全。你看，天热的我出汗。我可以向你要一些水，这是一些薄荷。或者柠檬水，去喝柠檬水吧，我会。是的，谢谢你。
哦，当气泡在我的鼻子里。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夫娜，继续，我求你了，马上。备受尊敬的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夫娜，不，亲爱的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夫娜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是男孩，还有另一个男孩，两个男孩。那是一种负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谈论他们？等等，请别砍我。我已经把自己割够了。你是谁？你是一位出色的导演，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领导者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人，这是真的。别争论，事情就是这样。而我是谁？一个普通员工，工资一般，外表也有。请不要打扰我。但你，这不是真的。如果我害怕你，这是真的。但为什么？我不知。我正在跟你说话，我在颤抖，这很烦人。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无法让你的生活变得美丽。为什么你需要我？我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和你很幸运。是的，还有一个 G5。不，让我们为您的健康干杯。哦，我做了什么？你没有做任何特别的。你毁了我的新衣服。不，你需要盐。红酒在洗涤时不会脱落，盐在哪？赶紧把衣服脱掉。哦，不，不是马上，不在那里。但你说把它脱掉。不，我没想到。停下，别脱掉我找到的衣服。但停下来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穿它。快坐下，我给你抹点盐，盐就会消。但放手吧，让这件衣服见鬼去吧。之后我会随身携带，我会在新闻中。如果你不立即闭嘴，我会在你眼前烧掉这件衣服。阿纳托利·埃弗雷莫维奇，我对你的坦白感到非常兴奋。你不是一名普通员工，你是如此善良。你是如此善良，而我对你来说会是什么？等等，请别砍我。沉默不说话，我听你的。小心翼翼，没有打断你，让我说话。阿纳托利·埃弗雷莫维奇，我一直在工作。我的生活已经全部规划好了，固定的。我是个老厨女，习惯点菜。我有个性，我可以毁掉任何人的生活，即使是来自好人。但这不是问题。问题是我不信任你。为什么？只是因为我不，亲爱的，最近没有人比你更你也变得对我来说很亲爱，而我想你比我应该想的更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。是的，别砍我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已经有过悲剧。一个男人来看我，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娶了我的朋友，但我并不打算嫁给你的朋友，而你将无法。我摆脱了所有的朋友，我毁了他们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嫁给你了。在雨中，等等，我不明白。你拒绝？不，是的。所以你同意？哦，我不知道。是的，沃娃，把它给我。是的，沃娃。这是啥呀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什么？他们把猫放进阴沟里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走吧。我们去救猫吧。我站的地方，洛夫科本来应该是。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？不包含在合作伙伴关系中。既没有被纠正，也没有被改变。信用。这是最新的出版物。让我们看看我们在说什么。奥丁诺伊的作用是什么？你还没有听说过他。我的陶艺真漂亮。电视台在哪里？战和远程控制。没有视频。没有理由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奥兰卡，我在等你。奥利亚，你好吗？比所有人都好。我每天都会在信中通知你这件事。我亲爱的，可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吗？奥利亚，等待。别讽刺奥利亚。我读你的信就像读诗一样。我从没想过你可以这样写。我总是带着他们。别担心，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了。你知道给我这些信。如果你把他们弄丢了，或者你的妻子找到了他们，并为你大吵大闹。对不起。
太棒了，六个小时以来，我一直在尝试去除这可怕的绿色油漆，用小刀、肥皂、砂纸都不管用。这是苏联绘画永恒的力量，没有什么可以夺走它。明天我的阿列克谢从叶森图科夫回来。我很高兴，我也是。向他问好。你有一个很棒的丈夫，对，很好。周日带着孩子来我们家，我们会来谢谢你。维罗卡，我看到你了，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我头脑简单一点的话，我，哎呀。奥尔加·彼得罗夫娜，你好，你今天看起来很漂亮。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工作方式，我已经关注。来我办公室，我们聊天，我们聊天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的猫怎么样了？他说的更好，他说的。是的，很棒的猫。世界上最好的猫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们今天去某个地方吧。非常好的主意，在剧院。太棒了，距离上次已经过去100年。我们会看到什么，我不知道有多重要。真，没有，我们走吧。你好，维洛奇卡。卡卢吉娜同志来了。我的天，你是谁？是我，你说什么？班级。你甚至让 L. Prokofina 变得更年轻。是的，我是一个好学生，一个神童。谢了，亲爱的。猜猜我为什么迟到？你曾是地区委员会的成员。我睡太多了，我一生中第一次。你觉得我的发型怎么样？他杀死了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喝点咖啡。谢谢维罗奇卡。有时我很粗鲁而且残忍。是的，这是事实。我不隐瞒，我的性格很可怕。是的，令人厌恶，亲爱的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，请原谅。但是，求求您，我也不是礼物。是的，我们都不是。所以我们互相原谅，健康。蒙娜丽莎的复制品多么有趣啊！哦，让我们看看普罗科菲耶夫。这不是复制品，这是电脑系统。Berestit 制作了一个程序啊，是的。他已经在那里一个月了。哦，我没见过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
哦，我不想，天啊，我多么不想。但你必须去上班。你好，埃尔普罗科菲耶夫娜，你好。哦，你今天看起来很，并且从现在开始一直都是这样。维罗奇卡，知道一切的你，怎么了？与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，他和诺沃瑟利采夫有一段恋情，你不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。办公室恋情啊。我来帮你。尤里·格里戈里耶维奇最心动，大家只讨论新闻。哪一个啊？一点点。我不想谈论他，但是请。不，你会自己学习，好吧？不，说。说我想知道一切。请在此签名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。无论哪种方式，总而言之，他们说诺沃瑟利采夫正在向你求爱，这是真的。所以，好吧，没什么，只是他让你名誉扫地。亲爱的尤里·格里戈里耶维奇，我的名誉是如此无可挑剔，是时候抹黑我了，你不相信？但你并不知道一切。我有义务警告你。你还记得我的聚会？是啊，怎么忘记？好吧，就在那时，诺塞利采夫决定打你，这就是他的表，以取得部门主管的职位为目标。我不想责怪他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他会管理的，而且很容易理解。薪水和抱负的坚实加分。你可能认为我编造这一切是为了报仇，但有些事情我只从他那，例如你没有喝鸡尾酒，或者你谈到了蘑菇。维拉来见我，并拿了一个记事本。我有一个惊喜给你看。我发现了一个鼎。卡丹好像只要50卢布。写下订单。喂，轻工业部门负责人，有了工资，按照人员配置，还有我的签名。呵，你没说是谁。啊，好。诺沃谢利采夫·阿纳托利·叶夫列莫维奇。
冰柔看你太耀眼了，抱歉，我不敲门就进去。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我们正在开会。他不在这里，今天也不会在这里。以免你们的部长们打扰我们。诺沃谢利采夫同志请坐。我索勒请坐下。拜托，是我求你了。坐，坐。我买了两张票，但不适合剧院，适合马戏团。你喜欢马戏团？我办公室不习惯坐在桌子上。抱歉，我明白了。我以为这条规则不再与我有关。我要祝贺你，诺沃谢利采夫同志。我寻找好的个人资料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并得出结论，原来你是最好的。你决定学术，充满活力的创造力。是的，很有创意。显然，我签署了任命你担任部门主管的命令。为了什么？我对你做了什么错事？你拒绝？只是我不想用那种语气被称呼。这是你应得的唯一。我买这些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。我公正地对待你的创造力，多么有创意。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。不要谦虚，向我求爱。因此，为了获得职位，它不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我知道一切都会有糟糕的结局。我当然没有权利勾引你，为了事业。但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会爱上你。你无法想象我离他有多远。你是一个可怕的人物，诺沃谢利采夫。我是的你。你所做的事没有名字。你无法理解它是多么的卑鄙和卑鄙。有情有可原的情况。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不相信你。但你相信萨莫赫瓦洛夫。好了，够了，回去工作吧。现在你有一份有趣的工作。这需要大量的知识和努力。你必须集中注意力。毕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。还有马戏团。我生命中的马戏团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但也许不。不，也许。所以我拒绝这个职位。这让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。
你又在撒谎不？我为什么要撒谎？好了，够了，走吧。所有这些细微差别我都不感兴趣，去你的地方。订单在哪里？在秘书那儿。请给我预约上岗的命令。卡卢吉娜办事处。不，我没有忘记你的声音，我认出了你。你知道我明白我们离婚的原因。我们需要一个孩子，你希望我们有一个孩子。是，尽快。但在这里我不能。还有两个小时的工作，卡卢吉娜就在这里，我不能离开。你不再打招呼托利亚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好，维格多，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情况清楚。在我看来，再好不过了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即使很难承认。做得好。我尊重你。你用功德得到了我。你会走得很远。柳德米拉·普罗科菲耶夫娜。我有。诺沃谢利采夫留下辞职信。你真的决定离开？是的，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。房子旁边最好的薪水。在更大范围内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？你因为他而离开。给我发送诺沃谢利采夫维拉。阿纳托利·叶夫列莫维奇去见普罗科菲耶夫娜。你打电话给我，我读了你的信。诺沃利采夫同志，这是一种阅读方式。没有什么比编写第二个更简单的了。你的新信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。所以我会做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我不会在你的指导下工作，我不想。是的，诺沃谢利采夫同志，不是卡卢吉娜同志。我不会让你走，是的。你是不可替代的员工，没有不可替代的员工。找一个不说谎的诚实的人。并且您计划寻找新的上级。当然，更年轻，更漂亮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这不是问题。你总是闯入我的办公室，侮辱我。这显然会让你开心。是你打电话来分散我工作的注意力。我没有给你打电话，如果你给我回去工作吧，所以不要阻止我。我没有阻止你，是你不签署我的辞职信，我就无法收到补偿。写，我写。我会签名的。是的，写。我会非常乐。我毫不怀疑。写，别催我。我不是打字机，我是一个人。所以我希望你在经济上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。当然不会，马戏团的门票不会，当然不会，我会以更高的价格转售他们。啊哈，我不怀疑你的能力，诺瑟利采夫同志。让我们读一下这份奇怪的文件，也这样，什么，多么悲伤，他的填充很差，没有提及你离开的原因。任何检查都会注意到，我无缘无故地解雇了一名有价值的员工，而你并不关心纸张的浪费，我们的造纸工业。效果很好，很棒，请写得快一些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没问题，你的敦会等待。请快点，不幸的是我不能。你是一个坏学生。留下我的过去。让我们看看，帮我一个忙。所以你离开，我离开，你留下。您离开的原因是什么？阅读所有内容。你去，你要离开是因为卡卢吉娜 Koyugina， 你们机构是一个地朗伊拉。
你多么体贴、敏感的和机智。最后别再取笑我了。哦，真是一位公主，是的，一位公主。多么原始的方式和出色的诱惑。无话可说，你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，你有什么资格侮辱我？所以你认为作为导演，你买得起任何东西，毁掉人，践踏他们？你做到了，并且积不够欺负他们。老保姆山羊，老陀螺，老狗，什么部长同志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求你了，这并没有什么坏处，请注意，适可而止。拜托，你会杀了我，但不，律师同志，我必须保护自己，小心，小心踩到你的外套，不要跌倒并离开我，你会伤害一个有价值的员工。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头，而是我的弱点，这是你的空位，我的眼睛，因而你擦伤了我耳，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。这是什么冷静点？这是阵雨，我会擦拭，我会擦干所有东西，我会清洗。没有椅子，你会做什么？把它放回原位。维拉拯救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你不会把一个人打倒在地，那里也痛。维拉，维拉，寻求帮助。维拉，他叫我老母狗，很痒。把维拉放回他所属的地方，不要再碰他。涅维多梅，西里。有多可爱呢？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你，打残你。我恨你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我们要去哪里？一直往前走。九个月后，诺沃谢利采夫家族已经有了三个男孩。影片结束，字幕 Milena。